这次的失败应该把这个压掉了。所以，好了，我们这次失败失败了，我本来都搞到干了以后。所以老师说，当然了，你要有这种觉悟了，你要觉悟好才去失败嘛。对呀。 你不可能，不要像你隔壁的低头的人，就要做好这种觉悟哦。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嘛，你要做好这种觉悟哦。思考成功。哈哈哈哈哈！这是，看到这里，我想跟你们来，哎，不想了。农家不是，你们也要激动啊。对呀，我是说这个是你们都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啦。 一世人生万劫难复，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啦。啊，你们都知道了，你们还要去不跟不乖乖向阿弥陀佛低头，那你要干什么？师父可不可以请教个问题？嗨，就是我们学本愿哈，要领受阿弥陀佛的大气，给我们的大气心，学佛的大悲心。那需不需要说追求正信的体验？哦。 先生，その浄土真宗学ぶ意味と、意図は、福仏大人心ですね。で、こういう意図は、その、少子の体験を求める必要はありますかと。今、体験を求める意味も、でも、でいいとらへんやん。はい。けど、心理、鬼に怒られるのかなんという。はい。それが、はい。真剣に掘るんだ。 本当に真剣になったら、はい、そういう人に、だから少女の体験の求め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が、自ら求めざるを得ない。老师说呢，那个真的是把这种生死啊，那个挂在心头的人啊，他自然而然啊会有那种正心的体验啊。那么老师说。 你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这种正信体验的人啊，老师说你现在要求正信体验来不及了啊。老师说哈，那个因为一般人啊，他不敢乖乖向阿弥陀低头啊，他不敢乖乖的向阿弥陀低头的人，你要想怎么正信的体验，那个都是概念而已啊。那这个，所以老师会说，你看那个，你就说你遇到这个法门啊，到现在啊。 你还没有这种正信的体验的人，那就表示说没有乖乖向阿弥陀低头啊。那么老师说，那你就被那个鬼族啊带去修理修理啊。老师说，那你就清醒了。那没个，被定力。所以老师说，失败了，失败几次啊？被定力。对啊，老师说这种。 不信阿弥陀佛的人呐、啊，不乖乖向阿弥陀佛低头的人呐、啊。对呀、啊，老师说。那个你不要问，对，现在呢？对呀、啊，老师说你的那个失败好了啦，你失败几次啊？人呀、啊、就会那个跟阿弥陀佛那个什么，我们做的投降了啦，降服了，投降了啦。我你他大家在哪呀？啊。要定在人呀。对呀、啊，所以老师说。我你没说在了，我这个。 他在这不是龙这个上面来的吗？对，所以老师说不要怕失败了，那个被地狱的鬼族抓去以修理修理哈，你就比较能够清醒了。那么没有错。是，等一下，我想说，啊，请教老师说，这个正性跟感应是不是可以划等号，还是？哦，有没有他讲正性、提正？哦，就是你不是想正性性的正性啊？不是，他讲提正，因为就是有、哦、有所谓的。 阳性、解性跟正性，哦，那你也讲好哎，人家讲好，因为正宗，因为正宗没有这种字眼呐、啊，所以我把你听成正性记的正性里面去了。先生，刘多信修啊，说上几个星期的阿南妈经常办的什么呀？什么？修行啊，莫看掉，阿比的阿比莫看，阿不是哪天阿比跟你讲，所以阿比莫疼啊。那不收起来。 靠不靠？观光，我这边都观光。哎，观光，你去呀？真是啊，喏，修行是
请示录各个一只要的家长兄妹请兄妹是不是有一本来老师说这个没有必要你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去证明信心呐、啊。离婚异性啊不是我们白天离婚都没人老师说那个后生一大事的解决当下就是这最好的证明了对最好的明证了哦，感应哈、哦，先生，感应，感应，先生，あのな、その念仏していろいろな不可思議の体験が、なんだ、もう入って、はい、入って、那个什么东西放进去了？先生，その、まその念仏してね、いろいろな不思議な体験、体験が出てくる。その体験とその相信が同じことですかと。同じことと言えない。老师说感应跟正信是不一样的哦。啊，开店的是呢，另外一个开店。我们在先吗？先问着呢。那么老师说呢，那个我们全正宗的人啊，老师说不要去强调自己的体验。为什么？老师说反复的体验呢、啊，不值三毛钱。现在说你们在线哪个地方说说的我算对的所以你去看清凉圣人所留下的那个法语的清凉圣人从来没有讲过一次自己的有什么体验的他不强调这个从来不理会别人来对阿弥陀佛什么阿弥陀佛什么你都不能说过阿弥陀佛是啊就说老师说这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存在阿弥陀佛现在你对这个有什么不满足呢你还要搬出体验来补充吗对老师说一般的人他就是对阿弥陀佛没有那个百分之百的满足所以他要搬出凡夫的体验来证明阿弥陀佛是存在的阿弥陀佛是不用你去证明的阿弥陀佛说你说嘛在如果他一代人啊哪里阿弥陀佛从中国带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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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他就追求体验，就是、说啊，让他们真实被佛救到的那种实在的那种体验，或者是说被佛光照彻的，整个身心都安定下来，从此不再怀疑的那种体验。你要问什么？他刚刚有讲过，他老师的意思是说，半毛钱对啊，他的意思说，老师说凡夫的体验不值半毛钱，可是他们经过这个体验被佛救到体验之后，他们信心就整个扎实了。对他也是有帮助的、先生今後の体験が三本の価値もない言われましたがでもこういう体験を通して今後が阿弥陀仏に対してもう疑わないだからやっぱり体験が必要じゃないかと体験を条件に準備合う老师说这个不要把体验当作是条件当作条件来看就错了体验如果哦，老师说呢，体验不像，你要当这样的念佛人，体验那个有妖精来，体验那个有各种这样的地方做。老师说呢，那个在阿弥陀佛前面讲这种体验呢、啊，是。那个小看佛的一种表示啦，所以老师说，那个在佛前讲体验的话，那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
你会误导众生。就是说环护的体验不是必要的，对的。对，老师说无效嘛。我对，老师说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就好了。在偶尔就好了，那像我这个也蛮少。这个我偶尔偶尔也是蛮多。对，先我，你都帮我啊。不过啊，这个他妈我都把我写个了。哦。我如果你再对吧，我这个我不要。那方便说说。老师说嘛。我嘛，不是的，我都把你再对。哦，老师说，我们呐、啊，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学佛法。那学佛法，你就要听佛语。那么这个环护的体验啊，是人的法，人的理啊。老师说，我们学法是要听佛法，是要听佛语，要信顺佛语。这个是大家搞清楚的，你不要把那种人法人语拿来佛前搬弄，这个善也要不得的。那这里这里吧。哎，老师说，就讲到这里。好吧，那我们今天念87页的那个礼赞，真是阿德波很多在那时候嘞，叫做班上的嘞，就在什么时，他继续拿他背起来是嘞，啊，这个是那个哆来咪咪的音哈，两个都是一样哈。南无释迦牟尼佛，一切三宝我今悉受礼，为愿往生无量寿。
Yeah.
Oh.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那我们送那个总序之文啊，好，第一页。先生们，所有的公公阿爹们，什么的，显净土真实教行正文内序，谢礼南师弘誓，不然不开大船。不爱光明，或无明暗晦日，然则尽当联手，表达生死心明态，纪念积章，释迦为鼻血安养，四海全化人，其救济苦恼群蒙，是雄碑，正义会立榜残体，不知元龙志的将号，转恶成德正志，男性尽当信任。除疑过正真理也，何者凡小即修真教，愚钝亦往绝境。那个对不起哈、啊，刚才那里男性金刚性要要念作性要才对哈、啊，我们以前都念错了哈、啊。男性金刚性要，除疑过正真理也，何者凡小即修真教，愚钝亦往绝境，放胜一代教。无如是之德海，舍慧心净，明行惑性，心温四法，恶众障脱，特养如来发遣，必归最圣之道，专奉施行，唯恐失信，亦弘誓祥言，多生果子，真实尽性，一劫破惑，必获行性，远近数言，若也。此为复辟以往，更复精力旷竭，曾哉色体不舍真言，超世稀有正法，闻之莫直立，缘于诸事清来，幸哉西凡肉之盛典，冬夏日历失事，难觅金德玉，难闻以德闻，尽信真宗教行正，特知如来恩德深，是以见所闻，探所获矣。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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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以弘誓祥言，多生果子，真实尽性，一劫火惑，欲获行性，远近数缘，若也，此为复辟以往，更复精力旷竭，诚哉，摄取不舍真言，超世稀有正法，闻思莫直虑。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晚安。人間は信心と念仏です。浄土教の根源、さあ信心と念仏はどういう関係になっておるか。はい、那么老师说呢，在讲这个育文章之前呢，首先我们大家要先明白呢，净土教的根源是什么呢？啊，
那么净土教的根源就是信心跟念佛啦。那么老师要我们呢、啊、问自己啦，信心跟念佛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信心啊，净土念佛，我们来拿这出信心话，第二个地方。那么呢，有的人呢、啊、说他觉得他有信心，他说他有信心，可是轻看这个念佛，不念佛。哦、没有常念佛的这样的人，他的信心呢也是假的哦。多半有点念不住，也就可能有点信心啊，多少生意人呢？但是有的人他很精进的念佛啊，但是虽然是很精进的念佛，也不见得是有信心的哦。那个、啊。我们教的教的呢，一般的教的信心教的，一般不管什么问题呢，信心不能不断改变的，就要顺着去。那么在日本呢，净土正宗它最难的呢，最难的呢，就是信心跟念佛的关系呢。这个在日本讲这个行信论啊，这个是学这个净土正宗最难的地方。信心啊，这种我们无多少般修罗那个梦里头啊，阿甘多。嗨，就说呢，因为啊，我们众生都有这个偏执啊。有的人呢，以为他有信心，他就小看念佛，很少念佛。那么有的人，他是以这个念佛为重呢，可是不见得他是有信心的啦。这个念佛啊。建议你念不干那自由的，那么说嘛，心经又不多，他也难。哦，老师说呢，那个你就是说，光看一个人啊，外表很会念佛啊，但是光看这样子还不准哦，因为一个外表会念佛的呢，不见得他是有信心的哦。是啊，看他念不多。哦，那么这样的念佛啦，不能叫空念佛啦，啊，没有信心的念佛叫空念佛啊。我感觉他那念不住，念不住那么，这些话以后呢，那再不能把他搞得听见了。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呢，就是说听到老师讲那个空念佛不好啦，有的人就小看念佛，不念佛，人家说他想他有信心，老师那有信心叫空信心。哎。这个呢，これがね。哎。もう700年、800年昔からね、日本で一番難しい問題なんです。老师说这个从那个从700多年前开始呢，这个问题啊，在日本啊，这个问题在念佛人之间这个问题啊最大。信心あれでも念仏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変なことだろうって。また一向に念仏しながらも。その信心が、まあ、ことの信心になかったらそれは嘘やし。ね、まあ、こういう問題がね、700年でもうずっと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てきてる。先生今の言葉ちょっと、もう、信心。信心あれども、念仏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あれども、念仏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はい。それから念仏。いや、信心あれどの念仏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から信心。から念仏。から、まあから信心でもいいわ。はい、これはから信心ですね。から信心。千楽相応。千楽相応。一光明も大人の子も信心が咲くは王女を花は何も念仏したって信心が本間の信心がなかったら王女はできないとおだから一光信心あれども一光念仏をおろそかにするものは王女を花は通ろうここ
作るものは王女からは王女からはずそうろからはずそうろ先生、このこれは消したらいいね、上の方そうそうはい那个刚才老师那个老师讲一段那个文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就说呢那个就说呢认为自己有信心爱的嘛这个是把这个是英文的这个哈我们中文的话就是但是虽然但是啊就说虽然说你有信心这个是有的意思哈这个俄罗斯卡就是我们的汉字的话就是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啊是这个人家那个在居住的地方是这个ある時は出るし、ある時は出ないっていうね。是这个疏忽的疏忽啊，是哪一个字啊？下面呀，就说呢，就说自以为有信心，但是疏忽这个念佛的人呐、啊，哦哟，看他挖挖子，就说没有办法往生，说了哈，啊，摸了挖子就是这个意思了哈，看他挖子就是没有办法往生，哎，那挖子。先生どうぞ。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ね、はい、両親論というもんで、はい、非常に700年で、はい、大問題なんで。对，老师说呢，这个是七八百年来在日本，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行信论，念佛人碰到的最大的瓶颈问题啊，就是这个行信论。東京では宗教裁判まで出たんでしょ。这个在那个。在东京啊就是为了这个行信论啊这个还让那个裁判官去裁判啊宗教裁判嘛这些宗教裁判信心因为这念佛是受给的信心受给的信心还有给的念佛是哪样哦充满这些都哎所以我大概一年了哦那么呢就说那个一方他是有信心他坚持他有信心但是疏忽这种念佛的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啦所以你说宗教裁判嘛你今这个阿姨嘛就那你们纪念一下他说对啊那么这个事情闹得很大所以现在有立那个什么纪念碑在所以这裁判里面それに立ち向かわれたのが大家秋の大家という方であって、はい、その人がね、はい、言われた言葉がね、はい、僕はこの道は一筋南無阿弥陀僕らこの道は一筋南無阿弥陀思案不合の脇道を押すなの道を進む。わき道を進む。進むのわき道を進む。わき道の、いや、これで行けるか、行けるか、どうか、そんなこと言うてんの、みんなわき道や。这个是大云法师留下的很有名的话啦，就是说呢，那个。极乐的路啊只有一条啦南无阿弥陀这个南无阿弥陀哈南无阿弥陀哈南无阿弥陀也就是南无阿弥陀的意思因为它是一首那个管诗啊哈就是说极乐的路只有一条南无阿弥陀哈祈愿释迦牟尼就说呢凡夫你不要动脑哈就是说不要去走哈那个凡夫动脑的路啊どれくらいね、はい、それが今からこれは三号枠なんです三号枠なんです三号枠なんですけど大きな大問題が起こって对啊这个是在那个真宗教史非常有名的叫三业惑乱大概也是三就是变音的就是大音法师啊那么他留下这个话啊、哎、这个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老师说那时候呢因为真宗的门徒啊都是老百姓就是那个农民啊老百姓很多那个最多了
他们为了要，他们为了要说的那个什么屁，是不是这个字啊？屁邪对症啊？是不是这个屁啊？破邪显正。对呀、啊，为了要那个，为了那个，那个他们说拿那个压力啊，压力就是那个裤子，对啊，为了藏那个宝。他们用那种木枪，为了农民要钱嘛、啊，要木枪。为了藏对藏那个宝，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你过了天你讲的，哎，什么不能？我那不能听我兄弟，对，我听他做什么？因为有人就是这种就是邪说啦，在祸乱人心呐、啊，所以那个就是说那个老百姓啊，念佛的人啊，他们说怎么可以让这样的邪说那个盛行呢？那我们的海下一代要怎么办？所以他就。那个农民他那个他们家就种那种竹子，有没有用那个竹子可以做这种木箱的啦、啊、那现在还有在啊，就说就那个，所以那个他们那时候种很多那个竹子就是为了做木箱，就是说只要是他是说的不对，哎，所以我就是要把他打倒了。我那个在日本闹得很大，你们我都叫你呢，哎，那什么今年我是今年才这么做，所以那个这个大隐法师的那个墓啊，那个就设在那个埋，他最后因为得重病啊，他是抱病到那个东京去的啦。那么那个官司打赢了，他也那个病死掉了，所以他的墓啊在那个东京啊的别院里面啊。加罗啊？加罗三位。加乱了，对，他闹得很大，全国性的，所以最后政府不出面不行啊，因为这个天下大乱，就是为了这个行宪论。你看我昨天那么对吗？哎，什么？你提阿什么呢？哎，那个什么，我普通话你都不会那个，我这干嘛的？哎。我不愿意。所以老师说，以前的念佛人啊，他们都是呢，我们说的是舍生命的，舍生命在求道的。什么不愿意？你愿意去求？你说新加坡就是他们是拼命的，在求道这个路上，他们是拼命的、哦、不是。不能问这个，你愿意有？对，所以佛法的问题。当然都这样的。对，所以他们学佛不是。当好像在听演讲，在听闻佛法而已啊，他们是这个是拼着生命在求道的啊。那个啦，嘛，你该说什么不来着呢？哎，你听啊，然后信仰一旦就说，哎，我信仰从你这么说，所以你应该在你眼睛里我在你那里呢。哎。那就你，因为你那个在人家在弄，去做梦的。哦，那么老师说呢？去做梦的。他们那个以前呢、啊，以前的人呢、啊，就七八百年前的人呢、啊，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啦。所以呢，那个金轮圣人之所以会被放逐到那个我们说的越后啦、新建的新界县啦，那也是因为宗教问题。我这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呢。哎。我这是新年，我这就没地方闹给你干呢。哦。嗯。不能说啊，我这说不能，不能信佛的，你怎么说的？有的啦。哎。不能信佛。哎。彻彻底底调查到底。哦。我这过了三万，现在才过了三年了。对呀，老师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讲这个话有没有那个就说我有信心啊，不用念佛可以啊，这个是我的自由啊，你这样讲不行哦，人家、那个讲错不行，那个讲错的话会就说呢你会被人家宰掉，所以那个信仰的问题啊，啊那个不能乱讲的、啊、那个修行问题吧，怎么会新建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是宗教问题啊，就说这个是关于到自己的后生一大事，有没有关于到自己的生死问题啊，你不可以那个你说的妖言惑众啊。地球的运转的那个运作的对，所以那个这样是没有信教的自由啊。
不是在这个方面讲信教的自由的。对啊，今麦来都弄那个钱了嘛。对啊，老师说到了现在啊，这个如果发生在现在，他那个就不会有那么这个声音不能跑出来了的，不管你讲你的，这个所以不管谁，哎。那个呢？那个日本阿明啊，用了那个的。对啊，也因为日本的国民性啊，他们是很我说的世事求真的民族嘛。所以基督教在日本会弘扬不开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阿弥呢？天天一家子呢？阿弥陀佛，天天就这么这个咯。哎。天天一家子呢？你看，干什么？对，基督教他们曾经尝试着要在日本要弘那个传教了，传不开来。对啊，信仰问题呢？对啦。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他们这种信仰问题有没有？他们是，就是说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呐、啊，哎、嗯。那个今都用啊，用几年了？几年了？哦，那么老师说，那个以前的日本人，他们对这个信仰，他是拼着生命在求道的哦，不是像现在的人呐、啊，有时间就来听，没有时间就不来了，不是那种看这些学佛的哦。だから極楽の道は一筋縄阿弥陀慈悲の心の脇道をつなぐ。はい。極楽的路啊，只有一条南无阿弥陀了。不要走那个四岸的功夫的路，哎、嗯，四岸功夫的路，哎、嗯。那慈悲功夫做的多啊？哎。就是大概的你。好。就说呢，这个会玩弄凡夫的那种知见的人呐、啊，就该走。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你不在干什么？是啊，老师说，在以前呢，如果凡夫玩弄自己的世界的话，就会被砍头。那不嘞？经过我们刻意磨的嘛，才搞的呢。哎，